虽然说不舍得，但是也没办法。西瓜，欢迎欢迎，这大家的西瓜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可能有点紧张。走房间了，大家晚上好。干嘛？那我走了。我也要上去。这球拍，我下去我是有人跟你啊，这是我打你啊，然后这是我教你啊，这七个是我堂哥家的。我目前那个因为小孩在这边上学，所以那个我接触在我堂哥这边。明天去赶海，今天那个就陪你们说说话，但是历史有点小紧张。哎呀，豆腐爷爷，爸爸爸爸，还有。那小别走，小别走。好，九旺刚刚已经说了，九旺已经回老家了，他现在老家那边，现在不能叫他小旺了，现在叫他温总了。小旺哥哥，温总哥哥，温总哥哥，还有去楼上。呀，去他没有啊？啊，走了，不能走了。他走了，在哪里？哎。坐一下，让他睡着。好，可以啊，有时间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欢迎大家一起过来干哈。但是我前段时间那个，因为带粉丝一起去干哈，但是那个就是怕不安全什么的。如果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去干哈，都可以一起去玩。干哈直播。有机会的，肯定有直播。谢谢你们的西瓜。目前就那个我老婆有时候帮我拍。有啊，晚上刚刚吃了鸭肉。我认识九二年的，分手在楼上，等会叫他下来啊。谢谢你们的西瓜。
有时候评论太多的话根本就看不过来，而且那个也那个有的那个 没看过过来的那个没有，希望大家多练习。寒收我没去过，有机会的话，昨天去赶海了。昨天那个就说到了一个倾斜，那个赤脚什么都超级不对，都没说到。赶海的话，赶海前秀的话，就是看看潮水，然后天气。都有关系的。近一期好像是那个9月1号，就可以那个。我是福建莆田的。我们这边的赤脚很便宜啊，一斤那个本地的话，一斤才15块钱左右。青蟹也就比较贵了，但青蟹毕竟比较少，一般炒的东西就比较贵。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个最近钓鱼都黑钓的话都比较少，就是那一般那个鲨鱼比较多。谢谢于小的六那个棒棒糖。大家晚上好。可以啊，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下，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一起去赶海，一起去玩。明天下海，明天赶海。对呀、啊，第一次开直播，肯定有点那个交情上嘛。就有一点没经验。那我一点看天气，天气好的话。准备去抓国庆蟹。鸡丝都在自己的家里啊，我在我家。